好，大家好，我叫凯门，我从事销售在新加坡已经有超过五年了。然后其实我皮肤不差，可是为什么我要吃 collagen 呢？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镜子看啊，我发现其实我毛孔都蛮粗大的。然后有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有时候要熬夜啦，有时候要应酬啦，哇，我眼袋是很顾虑一下嘞。然后有一天，然后一个朋友就过来找我，他说我一个东西很好的，吃皮肤吃很美的。然后我在想，其实我们一般上男人哦，都很少去照顾美的嘛，也很少会上美容院的咯。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上美容院，第一是很少不想会上，第二我一些朋友他可能有皮肤有些问题哦，他也不敢上嘞。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排斥啊，然后又不懂多少钱啦，又很贵啦啊。然后过我就想。试又是美容的，他说是个喝的，然后我在想，好咯，这样我就试试看咯。哇，结果他冲一杯给我喝哦，哇，味道真的是很好喝嘞。然后我觉得好咯，这样反正又不是这样麻烦。我知道男人有时候是很懒惰的嘛，早上要洗脸，晚上要洗脸，可是这个哦，不需要这样勤劳，然后又可以变美的，哇，极开心啊。然后我就投资一套给我自己，然后结果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哦，我五天过后是我的眼袋竟然变小掉然后过我真的是很开心，然后我就立刻去找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阿 Ben， 然后他比我更兴奋啊，他听了过后他直接投资9套啊，他9套过后不用紧，他一个礼拜过后他喝了他的脸直接疯掉听说他这里有一个疤痕都慢慢浅掉然后有一天他去剪头发然后老板娘看到他脸好像变美掉然后他分享给他老板娘听，结果老板娘也拿2套嘞，然后他我告诉我就很有信心了，然后我就找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叫 Vivian 女性的朋友，然后因为他是一个他的毛孔比较粗大，然后他的脸也是有一些色素斑，然后过后我相信应该可以帮到他，然后结果他喝了一两个礼拜过后，哇，他毛孔也是小掉然后他色素斑也是浅掉哇，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男人如果你要叫我花费我宁愿有时候我趴着给人家按摩，我也不想去美容院睡着给人家去挤嘛，但是这个你只需要喝你就可以美了。所以最后我只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要简单，如果你要方便，如果你要有效，就是这么简单，真的很好喝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